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来介绍《萌幻飞球》。《萌幻飞球》是由韩国游戏商最新魔法高尔夫的手机游戏，游戏是继棒球、钓鱼、足球、运动手游之后，全新推出的一款二次元可爱画风高尔夫球休闲游戏。游戏操作简单直觉，即使没有打过高尔夫也能够轻松上手。一开始共有四个人物可以选择：可爱美少女的艾琳、普通少男的克里斯、小萝莉露西，还有身材很好的御姐马蒂娜。游戏的玩法很简单，一开始只要设定自己的目的地，接下来就只要调整力道了。而力道的部分就跟一般节奏游戏相同，只要接近绿色的位置就会是最适合的力道值咯。当球打到比较接近的地方，就需要改成推杆模式，因为距离比较近就比较容易有偏移的部分，这必须要小心谨慎啊。当然每个人物也会有自己的技能，当达成条件时也可以使用技能来一个一杆进洞咯。游戏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换装啦，玩家可以将得到的装备球杆装备上去，也可以增加击球距离或者精准度等等，后期更能与好友或是线上的玩家们一同较劲，算是一款还蛮不错的休闲游戏。游戏预计会在2月4号决战时上市了，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欸，你是怪文特队长吗？很高兴见到你，我是乔伊啊。好，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我们先来练习看基本的操作。哇，他看起来是流氓吗？好，简单的发球。是怎么样？哦，这样控制 ，OK。设定力道之后就可以点击画面，点击之后，会直接一杆进洞就对了。哦，点到那个重心点呐 ，successful。天哪，所以你要先点选这边。他已经是最近的位置了，等下拖移他，他是用拖移哦，直接用拖移就好了。哎呀，跑出去了，可惜。哎，我们家玩推杆了，哼。这上面要拖移吗？不需要。推杆就比较简单。OK。什么还要领取奖励？哎，我们要找一个可爱的杆体，可是我只有一个而已耶。啊，落死了。好啦，我们来正式开始啦。因为目前这个是未开放的测试版本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对手。有了有了，有对手了。靠，是韩国人吗？这应该是韩国厂商制作的游戏啊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咯。他先照刚刚的玩法，他应该先点选这边，然后可以控制。好啦，我们先试试看这样的好了。然后成功 ，Nice shot。剩下160距离，所以有可能第二次就直接进去的哦。可是我的最远只能打到这里啊！我刚刚最远只能射到这里，所以我大概要三洞。有成功啊，有点歪掉了，不过第三洞应该就有机会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啊，敢歪掉了啦！等于说要四次啊，哎，太可惜了。
竟然要打到第五洞啊！这应该不需要那个吧？我输了吗？哎，他输啦，好像是他输吧？是平手啊？什么？成为第一等练习生吗？好啦，他写实度还蛮够的。哎，有趣吧？获胜当然有趣了，我们去看装备。我想换一件衣服啊，给我换一件衣服吧。换衣服才有。哎，我不要，我要换衣服。啊，装备啊，再强化。哦，所以它的距离可以 越打越远的意思啊。因为我刚刚就最多只能打150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？他不让我看衣服啊。然后我们来看选手，我们看选手吧。他这有一个衣架，应该是衣服管理。嘿嘿，我有钱吗？一毛都没有。我们试看看其他衣服好不好？买不下就是看看过过干瘾这样子。哦，好贵哦，这个价要1400，摆明叫人家出钱的嘛。我个人是觉得这套不错，你们是怎么觉得？这套嘞，御姐果然不一样。好了，面对现实，我们再打一场吧。再来一场。8 shot， 首先，哎，这个是刚刚那个吗？所以，啊，这进海水就会失败嘛，啊，所以大家都会听选在大概是这里的，大概这里。好，掰掉了啊，但是还是有机会啊，剩249，我们看一下啊。打中间一点吧。哦，刚刚好，完美。完美的距离。那个也第三杆了，然后洞在这里哦。然后刚刚好吧。一根金洞，哇、哦！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哦，靠！哦，这是对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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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不是我啦，哦，吓我一跳。Bird， 这就是人家说的小鸟。